Hello， 大家好，我是昆尼王佑君，一名生活在南加州的房地产经纪人。欢迎收看我的节目《昆尼说洛城》，每周四下午5:30，我将会为您深度解读一座城市。也欢迎收看我的个人频道《昆尼说》。今天我们来到呢是一个隐秘的王国 ——Coto De Caza。 这个城市呢，位于加州的橙县南部，距离尔湾呢仅20多分钟的车程。那么这里呢是一个有5000英尺的有警卫的一个大的城市。说这里呢，其实跟其他的城市有点不同。这个城市呢，一共有2个入口，一南一北。进入到这个入口之内呢，就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社区。 这个小区呢以高尔夫球场而著称。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房屋呢都是围绕着高尔夫球两侧来建造的。在社区内呢有2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还有2个马术俱乐部、网球俱乐部、10几个网球场、SPA 和体育俱乐部、马球场、棒球场等等。但是呢，居住在这里，除了每个月要交纳它的物业费以外呢，其实我们要来。 参加他的网球啊、高尔夫球都是需要额外去办理他的一个会员的。这里面呢也有他的一个餐厅，但是也需要 member 才能参与到其中。Coto De Caza 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地区，早在2016年，这里的中间家庭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6万5。居民当中呢，超过80%是已婚夫妇，其中81%为白人，亚裔比例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那么什么样的亚裔会选择居住在此呢？就是他们的孩子 是在 Santa Margarita 上学的，那么他们呢，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城市当中居住。虽然经历了几次快速人口增长，但是 Coto De Caza 的人口也不可能会有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里的空间有限。到现在，整个社区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乡村式的感觉。 整个 Coto De Caza 呢，大概有4000户左右的居民，全部是大尺寸住宅。住宅的密度呢，大概是1户1英亩。虽然这里已经没有狩猎了，但是这里仍保持着很多原生态的开放空间，无处不在的跑马道和徒步小径是 Coto De Caza 生活方式的灵魂。在这里，你总是会遇到骑着马或者是正在遛着狗的居民。 Coto De Caza 呢，还拥有一大一小相邻的马术中心，而且不少有尺寸的豪宅都有自己的马术中心。那么这里呢，还有很多名人都是居住在此哦，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网球冠军张德培也是居住在此，像很多其他的影视明星、体育明星都选择在这个静谧的生活环境中居住。 Coto De Caza 北边呢，大部分区域是跟这个 Rancho Santa Margarita 相连的。那么它本身呢，在 Coto 里面是没有这个商业区的，所以大家在里面居住的居民呢，想要购物一定要从它的北面这边出来到这个 Rancho Santa Margarita。从南到北穿越 Coto De Caza 呢，大概15分钟左右直线距离。 那么这边呢，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这个商圈里面，就是 CVS 啊、Wells Fargo 啊、加油站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齐全了已经。然后这个 plaza 呢，不仅是供用我们 Coto De Caza， 当然也供用其他周边的这些居民来使用的。那么，像我的左手边这边呢，这条街我们就现在就是安东尼的这个 Parkway 啊。 这条街过去呢，就是 Rancho Santa Margarita 这边非常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那么，有的大家可能更要求这个居住品质，但是会觉得 Rancho Santa Margarita 这个城市呢，可能房子的面积居小多一点，然后大房子的面积不多，然后很多家长呢就会选择去 Coto。那么 Coto 呢，就是从这条主街进去，一会儿我们就从这个主街进去，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南北两边的这个 security 全封闭式的一个非常有隐私感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也叫这里为隐蔽的王国。完整个城市的环境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几个 open house。今天正值周六，有一些房子已经开始对外开放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房子呢是30832 Via Vista Coto De Caza， 那么它现在的售价呢是439万。它室内是5房6.5卫，室内面积6600尺，它的占地呢超过了10万尺。当然10万尺听起来是很大，但是有一点就是后面的山坡的部分也算是这栋房子占地的一个面积啊。室内呢，我刚才已经大概的先浏览了一圈了，是一个非常具有美式风格的一个房子，所以我的镜头一起到里面看一下吧。Coto 这个震撼人心的世外桃源是加州局限独一无二、拥有城门的城市，整个城市被3座保安大门所保护，外人不得窥视其富饶、美丽和神秘。故并不广为人知。今天挑选了几处房源，性价比在南加州豪宅区名列前茅，是名品更是传家之宝。让我们来细细的品味吧。从社区走进来，您定会对坐落在橡树和树木繁茂的山坡上的这栋华丽定制的住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栋房子不仅有一个单独宽敞的小屋，并且它还有高的天花板、小厨房，拥有自己的空调单元，并且这栋房子还有2个马场，可以直接进入社区内5英里长的山脊小道。这栋房子5房5.5卫，室内面积4646尺，占地面积8735尺，目前的售价是299万。房子建于2001年，拥有3个车库。从房子的外观来看，是一个典型的美式风格，并且它的车库在房子的后侧有长长的drive位，提供了更多的停车空间。那么进门的左手边是我们楼下的正餐厅，右手边是楼下的正式的客厅。这样的户型在传统美式风格中也是非常常见。原木色的橱柜显得十分的温馨。最重要的是，房子地势比较高，后院可以直接远眺我们的山景和夕阳。像这样的地势地块，在我们居住的尔湾区域内可不常见哦。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一栋小屋。这栋房子5房4.5卫，室内面积3337尺，占地6000尺。但它呢，其实是有楼上楼下，超过一共有3层。这栋房子建于1987年，那么现在才刚刚上市，目前的售价是139.9万。这栋房子身处其中，仿佛来到了大熊湖的度假小屋，不禁感叹这里真的十分适合做一个 Airbnb， 与世隔绝，在这里独享自己的岁月静好。房子坐落在一个回形路，因此门口的车辆十分的少，宽敞的车道可容纳多达6辆车，一条迎宾桥小径将您带入到美丽的入口。一进门，您定会立刻被高耸天花板、开阔的空间、漂亮的木地板、内置架子、舒适的石质壁炉、法式门所迎接。比较独特的是，车库跟房子其实是分开的，在车库的上方有一个大型的工作室，配有全浴室和新的硬木地板，也可以用作客房、套房。车库的下面呢，也同样拥有一个大尺寸的房间，可以用作家庭影院、健身房或者是储藏间等等。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下一期我将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浪漫的海港 Dana Point， 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再见。